今日是2023年3月24日第一節。咁咧陸續咧有一啲IT 公司咧，美國咧都炒人啦。咁啱啱有一間好大間嘅咧，美國同依個愛爾蘭合資嘅 Accenture 咧就炒咗19000人，而 Google 咧亦都話將會炒12000人。亞馬遜咧自從喺1月炒咗18000人之後咧，咁呢個星期亦都繼續會炒多9000人嘅。哥本哈根丹麥嘅首都啦，咁咧就同埋另外附近嘅兩個城市咧，自今個星期一開始咧，有500個工人拒絕倒垃圾罷工嗱，咁咧就當然周圍啲垃圾都好臭啦，有成啦，有驚有鼠患啊，專家話有要個提高嘅風險啦。咁佢哋唔滿意咧，即係工時啊，即係啲安排啊。好啦，咁美國咧就啱啱咧就激起依、這個敍利亞嘅東北面嗰度就襲擊咧，就係屬於依、這個應該伊朗啊有背景嘅設施，因為咧美國嘅咧就運送軍備嘅嘅嘢咧就俾依個伊朗嘅背景嘅人襲擊，咁咧就造成依、這個5個士兵都死亡嘅，而嗰啲嘢亦都俾佢哋整壞，所以咧美軍就要對付佢哋。法國嗰個暴動咧都仲持續，咁法國嘅一喺依、這個叫做 Bordeaux 嗰個市政廳咧就有依、這個反對即係示威嘅市民放火啦，咁咧就繼續係反對佢哋個總統，同埋亦都話嗰、那個即係就係、是、因為嗰個退休嗰、那個law， 咁佢哋就冇經投票就通過。咁咧而依個地方咧，下個星期四咧，英國嘅王英國嘅國王啊查爾斯亦都會嚟探訪嘅，咁唔知到時嚟唔嚟到啦。他們預計就是來2天探訪的，這節是這樣了，拜拜。